아, 된장 갈아서. 네. 아. 다 도우지 않았어. 네. 아. 그랬더니 멘트 됐네. 아? 아. 내주겠어요. 겨와쪼다. 이겨와쪼시오. 아? 아. 이겨와쪼디. 이송송이. 아, 요리. 아, 사제게 겨와디. 둘이 하던 얘기 제보리. 대인도 하나, 아, 내준대, 루안내마. 내, 추미사와. 추미사와, 내, 추미사와. 아, 내, 다그르자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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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그르자, 소수대, 소수대 사시와, 소수, 이제 운동을 했어. 내, 다그르자와. 내, 펠치와. 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思维业报因果。那么呢，在这当中讲到了十种的善业，十种不善业。那么造作了这个不善业呢，就是堕生三恶道的因。那么如果是造作这个有漏的善业的话，这是我们投生人天散去的因。那么在业报因果里面呢，也讲到呢，这个因果呢，它是真实不虚的。那么这个因果呢，它不会平白无故的就这样消失的，而且呢，这个业报因果是你自作自受的。啊，同时呢，讲到呢，起吧给，来拍球啊！哦，讲到了这个业报因果呢，它是会不断的增长的。对，我的工作习惯那些个，哪怕三件都随便买的，又去可能不大的，用这个不大的，现了马现了。我大概用过了。同样如同前面所讲的，这个业报因果的道理呢，这不是佛呢他所制定的，这是所有一切法呢它的本性，它的实相就是这个样子。对呢，你现马松是难的，你谈到要马的松啊。就例如呢，你说哦，我不知道，我不懂，那也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对，你现马松的，你当年是个马的事。就说呢，不会因为你说，哎，我不知道，所以呢，你就不会遭受那个业果的痛苦。哦，你说，就是现果，现了哪能大果？因此呢，必须要了解这些法，因为呢，知道了以后呢，你才能够如实的去修持。我读书，他读书都干了，他搞了教了，他考我懂了，现在想，好不好？他工作什么价值都不好，是吧？啊，他啊，苏干的今天个他土节，准准节，这个也大多我们多，大多我们三节，差不多三节，因为地松了，他别去，我们不是地清楚，我们啊，啥土木下边的，怕被停住，啊，大多不三吧，大多被单位有些下，上面工作什么价值多。那么了解了轮回的本质是痛苦的，这之后怎么办呢？所以呢，进一步呢，我们就要升起要皈依的这种信念。我们要皈依呢，哦，佛法僧三宝。我们说呢，世间呢这些哦具有无比大力的这些神等等呢，它不是我们究竟的皈依处，没办法能够保护我们。所以呢，我们所真正能够依止的皈依的呢，就是皈依圆满中的佛，然后佛陀呢他所教授的这些哦正法。以及呢，这些修行达到登地以上菩萨的这些啊、哦、菩萨啊、声闻、阿罗汉等等的这些圣尊神器，这就是我们的皈依处。我们今天给你们过这个，也是尊重点头呗。尊重。嗯我们尊重带点点头呗。我们现在带点什么先？好不好？我们现在带点是有点哎。我觉得了，你不靠自己功夫行动啊，别差啊，全部都是叫什么？那么在这个啊、世间上面呢，我们也看到呢，有很多人他能够稍微显现某一些的这种神通，或者他具有怎么样的一种神变力量，那么很多人看了以后呢，就马上呢，甚至啊，我去医治他，我去归敬他的东西。没出错的。那么呢，这就是最大的错误了。아근데아그냥그냥추드려그냥그냥루이걸었어루빼루드빼루너바친구빼내가친구루드잡수도신동들은그냥신동은파열었어도들은파열었어루들은파지내되었어애니때는쳐봐잡수도찍어걸었어다풀어놓은거야
例如说我、哦、这边的这个、大湖里面，这湖里面呢住着龙，所以呢我们要对它去皈依，啊，它能够保护我们。或者呢这边的哪一棵大树呢，那有树神，哪个大石头有这个石头神，哪一个山岩呢有这个啊、山神等等的，那我们就这样的去皈依。那么所以这就是各种的迷惑。不那你多么多么三节就要看见爸爸就要跟谁人家看见的白面那你啊你这个人数见我等到三节爬下来就得把他们插进来但是你就是也说了所以呢我们就舍弃了这个圆满的导师净除了所有一切这种过失的证悟了一切圆满功德体性的具有无比大慈悲者的佛我们呢把它放一边然后再去依止世间的各种的一些前面讲的一些皈依的神这就是最大的错误我们向他顶礼然后去依止他顶礼就讲了三界来再说宋年那第一松懈被确定了脱生三界第一松懈被确定了脱生共松两年前给你拜大师他不要听听讲究生讲给讲究生把钱不够拜拜我就接受他我在这里慢慢弄完了也是完了慢慢弄完了那因此呢我们应该要皈依佛最后呢对于佛所说的这些殊胜的教法我们如实的去听闻思维跟修持那么呢以这些菩萨们呢为我们修行的榜样那么追随着他们如实的去修持这样的去依止那么这就是一个无误的正道人家三教的教授书呢他直接讲过来直接讲来的他错的教法不就是个公态人家错杀我错杀人家人家他却忙不有的人他错的教法托你杀人他错的教法难解而且人家第一节了那个句了极乐主播的三节的讲就是极乐最主要的拉面的就是我的多么满意吧难给梦就稀释完的那么皈依佛之后呢我们接着呢必须要净除我们的各种恶业那因此呢借着修持金刚萨埵才知名的法门这是呢最殊胜的清净障碍的法门那么进藏以后呢我必须要积聚圆满的资粮那么呢在积聚二种资粮中最殊胜的这个曼达的修持到了最后呢我们自心呢必须要能够领受到所有一些诸佛菩萨的加持所以呢就借着修持上师相应法那么这四个修持呢就成为就是内的就是不共的这个加行那感觉空中学把那些比起来就是天外中国不那长年就长久生命用说了那么有了这样的基础以后那接下来呢再加上这个特殊的前行也是这边讲的慈心悲心以及菩提心的修持那讲究圣地那那么三界被特别前辈的确为命部的那讲究圣地那么菩提心它可以讲的是佛陀呢大圣教法的心要特别前辈特别咖喱结合的是呢讲究圣圆满特别前辈圣特别前辈讲究圣圆呢那特别前辈讲究圣满呢那么咱们也把讲究圣满呢给他听的是那么呢菩提心呢可以讲是大乘跟小乘这二乘呢最究竟的差别如果修行中有了菩提心那么可以讲就是大乘如果没有了菩提心呢那么呢纵使呢是佛陀所说的法就是佛法当中没有了菩提心那么就是小乘的法讲究圣地六道不起来六道第六道不起当三界的确定杨大伯说长久生的长尾套了一旦就怕死一旦就伤害一旦就怕我们要的长久生套吧长久生长尾套掉了